跟着荧幕里出现的小框框，挥动手脚做出相对应动作，在家健身不无聊，互动式的 APP 也很夯。双人一起运动还可以互相来挑战，就像玩马里奥破关游戏，荣登苹果系统第一名的 Active Arcade 就搭配 AR， 玩家要尽可能快速碰触所有绿点。支援安卓系统的 Places 也是扫描用户肢体，要跳跃，要俯卧撑，几乎整个身体都运动到。手机平板在家宅运动不过瘾，用大萤幕的健身环也很夯。日本人气女星最近刚新婚的新垣结衣也参与健身环运动，光是套着感应圈，无论是拳击、有氧、玩灌篮、跳舞，60种健身游戏都能一次运动到。想自主安排课表，有氧运动也很夯。根据网络声量调查，许多人宅在家最爱的运动，第一名就是瑜伽。其次是原地跑步、跳舞、重训，再来是跳绳。主要是因为重训或徒手运动多半还是需要安全和专业指导，让健身教练直接线上开课教学员。他们通常就是把自己今天练的动作全部都录影给我看，然后我再会去一个一个看看他们哪边就是需要修正，就是可以用什么器材，就是加强负重之类的。防疫宅在家运动绝对不能停，动一动让身体有足够多巴胺，也是让身心健康的关键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，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